哇，谢谢九弟，谢谢。哇，又见面了哈，又见面了，真的不能讲明年再来，现在已经2017了，要今年再来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是来现场嗨翻，要不要今年让九一下练再来花莲？走，我想啊，他们也是经过很多很多的淬炼跟努力打拼，才能够在今天站上全国最大的国际流行音乐的舞台。我说实在，这三个宝贝哦，真的实在是，我看你们的歌词哦，我的一边看的都好笑哦，真的实在是，真的是平民啊，天团哦，他们的歌词都非常的通俗，通俗到实在不行哦，但是呢，能够把很多事情直接反映出来。不过啊，真的是大家有需要轻松一下，可以听九一一的歌。不过轻松完之后，还是要努力的打拼。记得每一天都有旭日东升，阳光会很平均的照耀到每一个人。我们唯有努力打拼，才能够有成功的机会。年轻就是本钱，年轻不怕失败，就怕你不肯努力。我想九一一在很多的地方呢，在台中的西餐厅，他们磨练了很久，终于啊有出头的机会。我们在这里是不是再给九一一个最热烈的鼓励的声音，好不好？好。我想，虽然今年没有来倒数。不过元旦就来了哈，因为我们刚倒数过，没关系，我们站出来，我们站出来。我想元旦我们也没关系，元旦我们也一起啊，在这里哈。我希望你们曾经努力过的这样的一个经验，好，前一次在后台我跟九一一说，你们今天成功了，是年轻人的偶像，更要成为大家的标杆，一起带着年轻人，大家一起往前冲。让这个社会正向的力量能够持续的往上提升，记得他们的努力，再看看他们今天的成功，大家一起努力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收录亚洲最经典的声音，都在花莲的国际观光舞台。我们在场所有的好朋友，我们跟九一一今年下练再见。2017，我们希望在2017大家继续加油，继续努力，看见花莲的不一样，感受花莲的感动。希望呢，今年的夏天，今年的每一天，我们都可以看到现场的每一位好朋友继续来到我们夏练的舞台，为你喜欢的歌手继续来加油打气。待会我们会招出另外两张，所以不要离开哦。还有两张机票要抽出来哦，谢谢。我们不用再到桃园去了，从花莲出发，从最美丽的花莲出发，可以先来花莲 long stay 两天、三天、三个月之后，再去香港也可以。是的。带着花莲所有乡亲的祝福，还有九幺幺的鼓励，九一一的鼓励，希望大家今年都能够一切顺利圆满成功。好。